设计项目位于浙江湖州莫干山度假区，集住宿、游乐、餐饮、商务为一体的大型休闲度假综合体，设计以大自然为原点，亲近自然为主题，水上乐园面积约为2219平方米，创新精品度假与奇趣游乐两大板块，满足都市人群短期度假和家庭亲子游的出游需求。多种创新戏水互动设备，让小朋友能在这里快乐嬉戏。广州海星水上乐园设备有限公司是国内专注亲子水上乐园设备工程公司，集中国特色儿童主题玩乐项目于一体，全面覆盖研发、设计、生产、施工、运营、资源整合和方案解决的亲子水上乐园专业品牌。想要了解水上乐园项目及设备产品规划设计，可以私聊我们哦。